好的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们马上进我们的开服第八天，要开始了。现在59分，然后到零点之后，我们打算花个10万元宝，哎，花一个100万元宝，价值10000块钱的元宝。因为明天是这个父亲节的活动，他直接就可以说是消费满多少道元宝送这个东西。然后明天啊，就马上我们就开始搞，马上就开始搞。然后0:00，0小时0分，大哥有秒，倒数几秒的有没有？大哥别揍我了。哎，大哥你在这儿，你干嘛出来呀？别去，别出来呀。好，开始了，红包给领了，龙罩天。别呀，哇神，哇掉了个神级的护腕，我的天，掉了个神级的护腕，哈哈哈哈哈。哇哇，神无量沧海护腕法师八转，哇丢仓库里，哈哈哈哈，丢仓库里，他被我搞怀孕了，我的天，叫你打我，谁叫你打我的啊？来来，把这个捐献一下，我的天哪，小朋友，你是我充满了很多问号。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问你有意思吗？看一下世界，这个是有意思吗？这么大的号盯着我这新手玩了，还没一星期的啥，这个说话都不通畅了。啊，先助灵回收没关系，谁愿意兑换谁兑换，那助灵无所谓的，把这个气矮先贡献一下，先用元宝和金币刷一下，助灵回收问题不大，合成不要，捐献那个主要是要一个助灵，其他无所谓，给别人也是啊，就是给别人一点点问题不大。然后这里我想了一下，这里你看攻击支援，这里128升一级，只加12战力，这个相当于是只加了12的攻击力，然后它消耗的修为是消耗了12万，很多的。这里消耗只消耗7800，哎，感觉这个还是不怎么划算啊，还是先把这个攻击升到头吧，攻击和这个内功一样升一个。好，升完了，升到了36级，喝了7瓶啤酒赶过来看直播，喝啤酒和赶过来，说的好像是因为喝了啤酒你才能赶过来。升防御，看了一下问号说明，那个不用看。然后父爱如山啊，累计消费100块的元宝啊，看这里累计消费，哇，累计消费5000块的元宝给这个石转装备啊，其实我现在差2件石转装备，哇，这个是王者首饰，这里王者神甲，这个是2天的活动，我觉得我们今天可以差不多，如果今天合适的话，搞个15000其实都可以的，每日消费这个无所谓。然后看一下别的重复消费，神秘商店，今天神秘商店估计要刷很多很多，获得积分这个无所谓，全民魂珠全民宝石已经 OK 了，在线好礼，在线好礼连续充值，每天我们都充点啊，昨天我们还充值了的，我们充了30块钱，突然想起来，好的，今天我们也要记得充30块钱哦。昨天充了50，哇，对于充值这些事情怎么记得那么差。我们今天这里来首先升级一下这个战神，战神的话这里有这个战神技能升级啊，直接这里直接学习，然后快捷购买，购买并使用技能书2页，这里需要技能书6页，我的天，这里可以买很多吗？这里点一次就是20块钱，我的天，这有时候有2页，有时候有4页，这个技能书升级一下，我感觉这个可以直接拉满，反正是消耗元宝，消耗元宝的活动就尽量拉满就可以了。有一个新的技能可以学习，仇恨打击，哇，可以学习了，再购买夺宝搞项链，神秘刷神迹结晶，好的，项链不好搞的，项链那个真不好搞，哎，这个就是买这个买多了就有，哎，这技能就有了，看这个技能是什么，升我 boss 不再回血，哇，这个能够让 boss 不再回血，这个呢，升我 boss 不再打主人，您啊，还有这样子的，仇恨打击那么屌，然后这个是，获得战神培养属性的16%，怎么那么变态？这两个太变态了吧？啊，这个还能升到2级，这个好多等级的，这个可以一直买吗？这个不升战力，但是这个是打 boss 可能会有一些用处，这个也不是特别的贵，20块钱一个，商城有没有卖？就是商城买的，拉不满，这个满才是提升一级，哦，对对，我就一样提升一级好了，还需要6页。好的，战神就先升到这里，这里可以开始培养，这培养的话，哇，战神每个装备都不一样，我的天，这个培养完了之后才能升到下一级，感觉有点亏啊，这是战神装备啊，这是给我的啊，这还是有用的，一样升一级啊，来来，之后看一看别的，未战点不用去，打架只要附体，谢谢，哦，战神附体搞起来，学习了，我刚刚没有看，我好后悔，好的，以后再升吧，这个应该不用升了，啊，我觉得再升一级。再升一级好了，它应该就是随机会出2到4的这个页，但是也可能抽到这个技能，如果抽到的就是这个技能的话，直接就给50页搞附体秘境 boss， 一会儿看一下，给我个50页好不好？好吧好吧，战神附体还是差了6个的，还是差6个，可以了，加了5的攻击力，好，不浪费元宝了，秘境 boss 刷一下刷一下，哎呀，我们现在这个战斗力就不是4、5、6、7、8了，可惜了，总感觉还是有点点遗憾的，来，我们之后能领的全都领一遍。精彩活动，父爱如山，
啊，先领取了再说，每日消费先领取再说，先消费了1000块钱的元宝了，重复消费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要升这羽毛了，西海已经搞完了，法师还想杀我，还想杀我吗？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这个聊天有意思吗？妄图杀的大号还少吗？妄图杀的少吗？还要继续吗？要继续的，但是我不惜得理他，主要是我打这个太无聊了，只能拿他作为一个这个消遣。来吧，我们开始。这个五折的寻宝神羽我们还买了一个10块钱，一共可以买14只，100块钱啊，然后200块钱花完了。好的，魂石，哎，魂石也凑合买了吧，这个五折会比那个要便宜的。接下来我们搞什么？就搞这个吧，继续刷这个，别的事情还要做吗？大家想想，别的事情花元宝的还要做吗？不做的话，我们就直接搞这个都，直接就搞这个了。来，羽毛我要买，我就买羽毛，还有魂珠，还有个那个啥，神界晶石，就这个。好，直接就在这儿吧。然后背包可以使用一下，有超级多的东西可以使用的。因为很多它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，我们这个 VIP 这里啊，领取每日礼包使用一下。我们这里的这个转身暂时不转这个等级了，这个等级现在差别差太高了，已经5级以上了，我们就先不要转。这里魂珠升一下，雪符升一下，护符的话往后面先升一下，什么蝎子呀培养一下，雷炎蛛王这些都培养了吧，加了3。气海还能买，好的，我再看一眼。哇，还能买，这元宝修炼还能买，真棒！来升级，37、38、39、40，好的，这个攻击消耗的多一些，所以1个39，1个41，强迫症感到了敌意。我们继续买，直接一直买就 OK 了。然后这个宝藏，我觉得今天第8天开始是不是也可以抽了？哎，你看这个东西转九，这个东西不一样了，今天应该就可以抽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这个寻宝有2700次，一会儿是不是就可以抽了？快，大家快告诉我，生命和防御，升一级战力转身多少战？我现在被我希望和别人的等级不要差太多，不然会被这个压着打。这里宝石结晶我们要不要买？66块钱太贵了，我就买下这个魂珠了不得了。羽毛，为什么老给我羽毛啊？神界晶石。羽毛，好，我觉得买了好多羽毛了。我看一下大家的弹幕，后面还会出14的，先不要探。出14估计要等很久很久了。这里已经有244免费次数了。覆盖如山，我看我花了1600，花了3000了，已经花了3000了。我们可以继续弄，重复消费，再去领，抽一会儿这个宝藏吧。这里已经有500次免费次数了，转九没用，可以贡献给仓库。得到更多的贡献，转九对我来说确实没有用，等到要官府了再抽，留着啊，我要拿着这些东西去升级去揍人呀。转九也可以分解，分解之后会给这个更好的这个东西，可以把它分解的，我就抽了吧。我期待他给我一把这个王者剑，你知道吧，满怀期待的等他送我一把这个王者剑，如果送了那肯定就不亏。对，分解来升这个装备的，别抽了，好多人都说别抽了，带不上有什么用？我现在就是差一把王者剑，继续购买吧，就只能买这个了呀。哦，神界晶石，我的天，刷一个神界晶石可不容易了，刷一个神界晶石，一个羽毛，这个就是有惯性，神界晶石，羽毛，哦，羽毛好像有点太多了，哎呀，还买了一个云铁，我的天，魂珠碎片，羽毛可以了，我觉得羽毛已经买的足够多了，我们现在。看一下有多少羽毛，整理一下，有8600的羽毛，给翅膀升下级。翅膀的话，直接给幻灵升级啊，幻灵8级，升9级。我的天，9级好难升哇！这又是差一些羽毛，我们把这里的这些幻灵用完吧。看一下，我的条件不满足，尴尬了，继续刷。神界晶石羽毛，感觉羽毛差不多了，来，哎，5000个，差不多。这里这个翅膀神羽不太够，我们仓库里有的，
对，还有999个。其实我有一点点想把这个999给用完，以后肯定是需要羽毛的。看下大家的说的，每用88元宝就领取一次重复消费。是的，罗浩天被我打哭了。罗浩天是个女孩子吧？没心情了，哈哈哈！天天被丁丁杀，每天不为他杀个20次就不算什么，实力差不多才有意思。杀小号和杀小怪没什么区别，不，游戏里的小怪其实一刀还劈不死呢。曝光不要，做人有限度，没想到这么没节操，哈哈！大概是要跟你来杀，还有想法给你杀，现在忙，一会儿再欺负你。哈哈，哦，我太贱了，太贱了，太不给他面子了。其实还要买的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还要买，因为就这两天就得要消费很多的这个元宝才能拿这些活动的。之后，哎，就买吧。这个65折其实也算 OK 了。你要等这5折的话，装备给他爆完，感觉他快哭了。我的天，不带这样的，来领取一下290抽。来继续去，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，拿下很多的神秘商店神界晶石，再来，没听说过这么贱的要求，让他知道社会险恶。这羽毛还可以再搞一搞，魂珠主要是搞魂珠和宝石，宝石也要了吧，宝石也要了，宝石加的属性其实还可以，宝石结晶。寻宝图刚才有400块钱的寻宝图一个，把他俩队友明天少一人，不，他明天一定会上来干我们的，这是恨比爱更长久的一个道理。其实到时候我们买这种寻宝图也可以，约等于1块钱一次，好吧。寻宝图应该不用买吧，我觉得羽毛幻境通缉6层，哇，240的 boss 都有了，那么牛的。来我们把背包里的东西使用一下，神兵礼包转8任选一件，这个无所谓的。这两本是什么技能书页，稍等一下。哦，这个冰霜血雨可以用了，快捷购买，10块钱一个，买。OK， 买完了。哦，还没买完，现在才买完，21本，培养一下。哎呀，没有到下一期，这个就每天也买满。这个 boss 好像打我不怎么疼，感觉他快要死了，我拉一个，他3分钟之内死了之后还可以重生回来的。哎呀，我忘记打了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我再强化一下自身，把这个18个这个魂珠搞一搞。好的，好的呢。然后我们去升一下级，宝石升一级，魂珠升一级，哎，也只能升一级，这个太慢了。幻灵啊，羽毛大概还差一点点，然后一个升到10吧，加20，加200，哇，这个还差2400，还差4800的这个羽毛，我们等一等，感觉他快要死了呀。哎，等一下，这 boss 现在好像就不打我了，这技能在这儿我无伤呀，我打现在打中 boss 我就无伤了呀。像是这种经典 boss 的话，当然就直接不砍我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超级好哎！来，我们再去搞一搞，这个战力47000了已经，我的天！然后这里每日消费看到多少了？6000。我们今天消费父爱如山，我们是这样子的，消费到10000到9000我们就收手，因为到9000的话，明天我们再消费6000就够了，知道吧？明天留个6000，到时候可以把这个每日消费的六千可以领完，然后我们再搞一下，还差5000的这个翅膀，不是羽毛，再来神界晶石，这进化石有什么用？不知道，羽毛，宝石，羽毛啊。转身单我弄错了，进化石是有什么用？强化命魂所需要的材料，进化石以后再买吧。今天转身单没吃完，吃满了的。有转盘吗？你们哪只眼睛看出来这个转盘的？我也是醉了。这个220的 boss 我现在打起来超级轻松的，都不掉血了应该。父爱如山，还没到9000，差了一点点，再来吧。有羽毛。有转盘吗？哦，幸运转盘在这儿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可以抽奖吗？这马上充值，它的要求是什么？啊，它需要充值才行。如果没有充值的话，它是抽不了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转盘里面有王者之剑，这个没有意义。我们今天不充值就做不了。
我们现在就消耗这个元宝。哎，魂珠、羽毛、神界晶石，啊，被麻痹了！我的天，这是转世啊？这不是转世，不是转世神殿的 BOSS。我出来看一下，我忘了是哪里的 BOSS。这、哦、OK， 这个是幻境通缉吗？哦，幻境通缉五层，哦，是五层，我知道了。哦，他是还是在打这个米可啊，大哥。哎，不是，那个 BOSS 不打我的吗？大哥，别打我了，我好疼啊！我这样的话，我就要吃这个药了呀，我要变大，然后再变大，生命强化药水使用一下，魔法力药水吃一下 ，OK， 就跟你对砍了，谁怕谁？这里看一下，打个小怪也来，哎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别死了。三十九，稍等一下，一会儿再看一下这个精彩小剧场。哇，我还没来得及看，米可，我拉个定喽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小剧场。诶，怎么翻不动了？哦，最上面，做人又现在没想到那么没有节操，打个小怪也来杀，被你们会长一样杀，还要杀吗？现在给你杀，现在帮，一会儿再来欺负你，来杀我啊！妄图咋不说话了？他充钱买东西呢，还充啊，好恐怖！没麦子恐怖，一言不发就知道充钱，人家预算十万，都是什么什么人？但是就充了，他玩这种基本上都是充十万，玩玩就什么，我们想想就好了，想也没有用，真实。龙傲天够氪了，可惜一刀干的妄图，哈哈，龙傲天应该也充了不少钱。强盗说玩游戏不要那么认真啊，开心就好，不要动感情。你们那几个大佬基本也是遇到人就杀，是的，是的，也没想怎么样，就是他。就让他什么悠着点下手轻一点，是不是？要不是复活戒指，我都不知道我要死几次。小炮一刀一个，没必要赶尽杀绝。还有复活戒指，戒指 CD 就悠着点，毕竟敌对工会啊。复活直接传送回城，我怎么没有啊？啊，给你点小号娱乐空间，给小号一点娱乐空间而已。那给我一点娱乐空间好不好？我们这儿那么多观众呢，一定要照顾一下大家的情绪，要宰一宰才行啊。这里血量回满了之后再过去啊。哈，米可总能找到 BOSS， 好厉害，我就跟他混了。来，看一下。今天应该够了吧？我觉得已经花了90万元宝了吧，还是差了一点。这90万元宝真的妈精花，来去抽。转身的羽毛，哎，我感觉羽毛差不多够了吧？我们看一下，羽毛，哎，差不多够了。来给这个升到十，2400就可以升。啊，这个还差300的羽毛，对吧？升特戒啊，马上，还差300的羽毛，100，还差一点点。神界晶石，特戒一会儿升啊。宝石、羽毛，哎，就买了吧，现在就够了。好，再升一级，加了168，47742，可以吧？然后这里 ，OK 了，父爱如山，哇，父爱如山了，给两个六级魂石，一个王者首饰，一个父爱如山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今天就已经 OK 了。然后明天再来花剩下的600000，领取一下，没充值没有？宝藏的话，抽670次，一次，两次，三次。四次、五次、六次、七次、八次，王者装备，来一个！我的天哪，我是多久没有见到王者装备了？我那天充了个王者剑之后，运气就再也没好过，我好烦恼啊！然后这里吃一下吧，该吃的东西吃一下，直接125级，再一件回收装备，直接126级。好了，我和大家等级拉到三级以内的，不是四级吧？四级。然后我们还是第一，宝藏没有东西了，现在先不管。然后工会起伏可以先做一下吧，我看一下零点清除灯前起伏值，这里就起伏的人越多，咱们工会的所有人就会越厉害，越厉害。称号换上，然后去打龙傲天。这个现在主要是要升级一下这个神界晶石，神界晶石的话，一般来说应该优先升最后一个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我觉得是最好的，这个是加四，这麻痹戒指已经升到了六阶。已经升到了五阶了，但是有15%的几率触发麻痹，我觉得这个麻痹戒指才厉害，这个麻痹戒指才厉害，对吧？然后每105秒最多触发一次，我觉得这个最厉害，但是这个升起来很困难。大哥，别捡了，我看不到。他需要几个？他需要66个神界晶石，我看一下我现在有几个。神界晶石、神兵礼包、转时任选一件，哇，可以选这个项链了。先选一个这个项链，我就只差一个项链了。再给我一个转时就好了，可惜。飞升戒指最后一个，好的。满足啊，156个，我看到了，刚好156个，那就升一个，刚好我有156个，只能升一次，加了53战力，哇，可以47800，还可以啊，这个还行，然后又可以升一级宝石，47952，这是真地牛，
这真挺牛。然后这里宝藏的话，我想再来兑换一些，再来兑换一下这个回珠碎片吧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不知道多少个。哇塞，一下全兑换完了，17个。好，我们这个神界晶石就真的只剩一个了。超过麦子没有？我们肯定超过了，他应该没有上线。看一下，哎，47952，他是47506。这个麦子大佬，我今天本来都想着说是要退服了，但是现在这样好像又可以打了。换王者武器要多少积分？那个不管，好像就是5000左右。我看一眼啊，这个神装任意王者装备，我看一下神装是需要多少积分？它是多少积分一个？它是50积分一个碎片，我们去看一眼。我觉得那个龙傲天，我的天啊，他在安全区差了一点，我还以为他在外面。明天麦子就吃完玩，肯定装备兑换。他这个王者模式神装，哎，需要100个，就是需要5000积分。哇，真的被我猜对了，太恐怖了，这个王者剑真的是太珍贵了。魂珠又可以升一个，哇，升到了什么魂珠？十方魂珠，现在才升到了这个十方魂珠。暴击力也上去了，暴击率也上去了。哎，宝石秘境3层，龙傲飞不是这个天涯一飞，你怎么来了？欢迎你啊，热烈欢迎。我是不是太残忍了？好，我要回安全区装着不动，让他放松警惕。这个昨天开了天罡战神，花了8888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家伙，龙傲天在宝石秘境3层，这个我进不去的，这个就没有办法了。然后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了？别的事情好像也没有了。统帅的话，功勋卷轴，我感觉勉强可以买一下，买了之后已经没有可用次数了。哇，这个还可以买，但这个加的太少了，哦，还加不到。我说这一点应该可以加到，结果还加不到。除魔任务可以做一下，一键完成。哇，可以做一下这任务耶，这任务刷了，来来来，把除魔任务做了。和套装啊，套装还不够呢，战火值，一下两下死，哎呀，差一点，要是我这个魂珠等级更高一点，刚才一个暴击他就死了。看看拍卖行，好的，感谢提醒啊。这个碎片装备，你看没有特别好的东西啊。然后再看一下每日除魔，一键完成。一键完成需要刷新的，给的奖励不一样。看几卷的装备 ，OK， 刚给了一个10卷，已经开了。飞镖，仓库里面应该没有，应该没有了。工会技能今天升了一下，今天一会儿还可以再考虑升一下呀。虚宝仓库，我看一下刚才有没有抽到加10的，这个真没有注意看到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次 ，OK， 完成了，财富也刷下 ，OK， 我觉得我就像什么，我就像一坨臭狗屎一样，让这家伙恶心的不行，让对面的其他家伙都被恶心的不行。来来，这3次做完，材料悬赏，一键完成，把覆海如山的车换上去揍罗傲天，我的天哪，你真他妈是个人才！他娘的，是个人才啊！来，覆海如山，覆海如山啊！我们还没有激活这个称号，稍等啊！啊，在这儿，哇，加300的攻击力，可以的。好的，覆海如山，快让覆海如山去揍他！世界看一下他们又聊什么？这个最后今天又买了3个2000的战神技能书，最后给我6个技能书页，鸡鸡都起来了！6000元宝就给我6个技能书页，这是有多抠啊！战神养的，我就是搞那个战神，最后没有搞起来。慢慢玩吧，大神们看见我求别杀呀！这强盗是敌对工会的吗？啊，不行呀，不杀没有乐趣。好的，然后明天直播的话，就是晚上8点，一天比一天晚。这个没有很好的办法，这个没有办法，请大家海涵，因为明天播的内容其实不是特别的多，4阶。周活跃度大礼包，然后再搞一搞，看一下寻宝仓库里面是不是有10阶的，这个东西都取出来，这个都占9，转5，转10，哇哇，刚好有个项链，我惊呆了，竟然有项链，你们眼神真好，就是刚刚看到了这个10转装备，真的抽了一个，我的天，首饰合成，哎，不对，不是首饰。是神装合成，我的天哪，神无法青云项链，来，
先把这个转一下，整理一下背包，然后转一下转一下，把助灵先回收了，然后洗练转移一下。哎，这个背包里面没有合适的装备，我们找一找，找一个装备。这个太搞笑了吧，找一个八转的吗？哦，有个道士十转的，把这个十转的取出来。啊，这个应该是只能给这个项链，我们这个转八里面选择一个转八的项链。再看一下，要神装，哦，要神装，明白了，感谢提醒。那我们再找一个项链吧，法转六的项链，法转十的项链，我忘记了，怪不得。先回收一下，仓库里面再找一个八呗，这个很轻松的。再来一个这个项链，实在不行到时候还可以把这个给别人。来，咱们合成一下 ，OK， 神八合成好了。哇，那到时候我要留一个神的，到时候各种转移需要它，用来作为这个戒指。OK OK， 然后助灵回收，然后已经回收过了，强化转移。好的，我的这个戒指卸下，合成一个微装，微装十转 ，OK， 微装的无法清晰项链，来了来了，我的天哪，来，会掉一个属性的啊，没关系，我们再洗就 OK 了。这个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更多的这个十转的这个东西了。哇啊，我的天，这刚好是20亿，我的天，会掉属性的，我刚刚没有注意看。嗯，身上的装备洗练转移好像掉了一点啊，好，真的掉了，但只要这个虚影在的话就好了，其他问题不大。好了，哇，这个能加700多，这个强化还是很给力的哦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下这个洗练，我看一下这个满级的话暴击是满级是什么，对，我就洗幸运二，但我看一下这个魔法攻击暴击抗性，暴击免伤，暴击抗性，那也都很早啊，都很早，这个就不保存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为什么是还是幸运一不能幸运二，对，换项链一点都没用上，幸运还是满了，可能还要再升一个这个等级。我看一下，微装应该是最高的了，难道是装备飞升吗？微装的这个戒指、护腕、项链，微宇宙红光项链14转，我的天，微装可以升宇宙红光项链，今天好像没怎么提升这个项链，没怎么提升，但是好歹咱也有一件微装了，那这个幸运就是7+1，但我感觉还是可以再洗一下的，把这个洗练的这个东西可以用完，护盾可以升一级，统帅这里哇可以升了，又加了82，然后换一个，啊，这个已经穿上了，已经穿上了，还可以哦，但是战斗力感觉也不是特别高，矿洞先做一下，像他自己先做一下，我感觉还有东西可以做，抽奖抽完，王者的是不是也可以加？看榜，榜的话让大家失望了，只高了600，到不了50000了，武器幸运7，换之前是48152。现在是没变的，这个加时不知道是从哪加的，哎呀不给力，明天我感觉就能到50000了，明天其实是6月20号，今天的这个第12点，洗项链可以，但是项链已经洗得很高了，我先想想这些装备，先把这个工会的升一下级，工会修炼这里还有800万的贡献，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宝石结晶卷轴，我不需要羽毛，这里我把能提升战力的这个装备兑换一下，其他卷轴什么都可以买到。好，终于买完了，之后8转的6转项链，道士10转可以捐献一下，哪个厉害的道士有能力去兑换一下那就厉害了，我们现在贡献有很多，来工会修炼这个已经满级了，防御防御可以升级，内功可以升级，生命上限可以升级，哇，升级之后就是35、65升39、29 OK， 加400生命还是可以的，哦，不够了，其实我超需要这里的这个装备的，摄影好像没有用，你是不知道它的这个用处呀，这里其他这些装备全都丢仓库里吧，倒转八一键提取，哎，其实是不是应该分解一些这个装备，但我首先把这个拉满吧，把工会修炼拉满，这个加的属性其实也还可以，血量加的挺多的，
转四转三转四转的是不是可以拿出来？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三转四转的，我把它拿出来吧，不然直接销毁的话会有些浪费。啊，这任务退出来，退出来，可惜了，矿主，我要再杀一次战火值。啊，他不在这儿了，可惜呢，把这种使用一下。然后装备分解一下吧。哎呀，打了好多下，我才打他两下。我看我血量满了是多少啊？我现在是六万，这个大妄图血量好厚啊！现在还没有吃生命药吧？哎呀，这一刀直接把他劈回家了。要是没有回家就好了，我应该先温和一点，把他打到半血的。可惜了。装备继续分解，战士机转的武器。米可应该也不用，我们其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战士，直接分解了。我给了两个紫神晶石，紫神晶石那么难得的吗？洗炼的话感觉可以把他们全都洗到这个三呢。又到了洗炼的时光，时间总是过得那么愉快。来吧宝贝儿，我多表扬表扬你。板笔要了吧，来来来，这个我感觉这个戒指很好的，大哥一刀没。逍遥书生，不好意思了，感谢队友在旁边保护我。然后首饰礼包我看一下，首饰现在需要这个王者吊坠，整理一下这个背包啊。我这魂师好多，给战神生洗什么呀？给战神生，但我们现在看的不是很认真啊。这里这个升的比那个升的要多，明显可以感觉到。好，统一升到三弦。这游戏里面这个装备有各种各样的吃的办法，有的是兑换工会的这个贡献然后升，有的是把这个装备分解的然后洗炼，有的是分解之后培养这个战神。我的个天老爷，这东西还挺好的。帅印，帅印没得做啊，帅印没有东西可以做。哎，萧书生啊，又死了，我的天，48234呀。 好回收一下我们这个贡献，战火值出现了一下，我们这个贡献也没有。哎呀，各种可惜。帅印已经是最高级了，被刷了，是的，是这个样子。然后现在我们来尝试一下，把这个东西合成完了以后，我们最后做一件事情。哎，好了，这只有六级的生命，太菜了。稍等，我看一下有没有遗漏。大哥，你一直放火，这是干嘛？战神装备、战神技能、角色兑换、战神经验单是提高我的生命上限的，这个提高的不明显。军官升级了，帅印又可以买了。看一眼啊，这个已经没有可用次数了，这两个都没有可用次数了。除魔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战火值。助灵我看一下，这个零食有没有便宜的？我好像没有看到过便宜的零食，我们可以买一买，试一试。这个是10块钱加200零食，买一买，然后注意一下，全部加7试一下。哇，这个有一加8，不科学。来，助灵回收，重新注。好的，48260。全部加7，但是感觉也不是特别给力啊。这里还能把武器再升一级，加了10，加8，战神等级加你本身角色经验加成，我本身经验不需要的。这个首饰的话放一下，哎，现在有两个首饰了，现在有两个首饰，那首饰就只差一个了。哎，这个石头是什么？强化命魂所需的材料哦，命魂我分解了很多，所以可以用来强化的。这些玩家都是在挂机。好的，今天好像就没有了。抽啊，但是叫你把9的帅印换10的帅印，帅印的话已经换了呢。这里10的换不了的，就不要再刷了，谢谢。我有本战神的技能书 ，OK， 学完了。今天有那么多，这几个材料我看一下，宝箱这里没有了。然后我看一眼啊，这个概率是怎样的？王者神剑的话是抽一万字有3次，那抽3000字应该有一个。包包里有一本，那个没有关系啊。我抽3000字应该有一个的，这个游戏有毒。接下来看，最后看一下这个商店啊，无法青云腰带转10的，而且是法师的，168，哇，有点贵，10转有点贵。这是道士的，他们卖的不上价。父爱无声在线1小时，好的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弄个王者剑就49000，是的，我觉得弄个王者剑的话，加上王者神甲这个套装会很厉害。命魂等级先不要弄，我再研究研究。谢谢大家的收看。哇，今天大家一直陪我到1点，还有那么多人在。寻宝有个保底说明，有保底说明吗？哇，
以累计次数每1000次寻宝获得1件八转或者8转以上的普通装备或者王者模式。啊，是这个星仔魂可以拿，好像有一个六星的命魂，是那个六星命魂不知道要开它做什么，所以现在我们暂时先不开打 boss， 没有必要了，就看一下 VIP boss 还有1小时21分钟，这个其实给的东西也不怎么样，最好还是这个8二，这个8二给10转的还是很不错的，别的8二给不了那么好的东西。今天录制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。